来唱嘞，咱的这个水果呢安排这首歌，给真正非常的好听。然后也那个音乐，各种我那个钢琴的有无？对呀、啊。所以有时候钢琴这个环境就很适合唱这种歌。真的，而且安静的环境。而且呢，你安尼静静的时候，你听，你咱即卖就家己伫 YouTube 顶管家己有的话，你就有那个钢琴演奏的歌曲，还蛮好听的。哎、欸，可是那个不能。你有喜欢贝多芬的配？你讲的都白。可是我有唱过嘿苏波的人，然后用钢琴版的。然后嘞？可是你要很有。就是很哎，没来过，很有信心，然后很熟这首歌，对对对，你才有办法把那个感情唱进去。哦，对对对，不然你钢琴，它就是只有钢琴而已，所以你要很唱得很稳，你要自己融入感情，对对对，你要很稳，然后一点起承转合，对对对对，你当时爱登弯爱怕。红用电的时阵，你得自己拍。就是你要进去那个歌曲，对对对对。无那条歌，你若有钢琴的话，那个感觉就没有出来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，人咧讲吼，这个隔行如隔山嘛，一山还有一山高啊。是。所以大家拢非常的厉害吼，希望咱的好朋友呢，慢慢来给我们发掘，好不好？是的。我的凯云的歌声非常的赞，今晚我咱好朋友继续过来给恁欣赏。好的，安排一首《小滚滚冷冰冰》。哎呦，真正想念吼，冰火五重天来安排。小滚滚凉冰冰，来黄以玲的歌曲，耶、yeah. ，呜，嘿，嘟嘟嘟嘟，最冷的感情已秋天，面对谁个情我对你来电，嘿，哦，爱哟，一时爱错没发现。是情难修行原唱，原唱，对对对。
谢谢，感谢您再次收看我们中山高雷，谢谢您，谢谢。那么跟熊。